我的决心是破竹破林江，在四年自然遭受火灾，目前庙方修建完成。二十二号林新将举办安卓台灯，为赶走火神，庙方举行罕见的送火神科技。道长带着众人行过黑暗路一公里，来到破竹溪送走火神。台灯也配合路顶断电，沿道民众关灯半小时，大批观景沿道交通管制。送火神的时，袂当见光，袂当穿红衫，也袂当开手机啊翕相。暗时七点起诵经，拍火炮八点半一到，灯光全部熄灭。今日破天宫来举行这个送火王的仪式吼，就是遵照咱的道教科仪啊，来把火神送走啊。在咱送火神的过程吼，啊，包括所有的路灯、家户的电火啊，包括车灯、啊，对外的电火拢袂使有。负责科技道长廖建南讲，一般庙宇建造包括火灾科技，佛林宫发生过火灾，意思就是已经有火煞火鬼三星，安卓台电进前把火煞火鬼送走。咱这边这个宫上火王吼，与咱佛林宫在这个进前把这个修得吼，就用如何是咱发生这个火灾事件，所以这边较特殊就是已经咱这个火鬼。火山已经到位，所以咱这边吼，用上火烧，这个主要就容易，就是讲咱这边火烧，所以这个火鬼火山，这个阿弥吼，这个他乡，这个火鬼火山，幸福回头。上火神其实甲一般的火烧上无同款的所在，就是准备三支三尺六长的竹啊，当作清竹符，钉在上火神的溪边，目的是镇煞。祭煞，予火鬼袂回头。送火神仪式进行，沿途袂当有任何的灯光，也则是火光，包括车灯、路灯，甚至食薰拢袂当看，都惊火煞火鬼会乱走。这个火神的动作当中，有三支七叠符，就是说三支七叠符要这火鬼火煞，来当吼这火这个火王回。这南方吼这火山宫会当来吼，应付甚至咱这境内。做好所以应报的吼，咱这个飞天宫楼下众神人顶会当来合敬平安。三百多年历史供奉妈祖的飞天宫，2013年3月26号透早发生大火，正殿、三川以及正平、倒平的过水龙受损严重。何时适当修复大功告成？庙方举行长达九天的科仪发挥，第一天就是送火神科仪。最新新闻，中央新闻播出，采访报道。